中国一共有56个少数民族，其中有大部分都散布在云南省。纳西族也是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其中一员。关于这个族群的源头，有部分学者认为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黄河地带。一些考古学者认为，纳西族是南迁的古羌人以及现居住的土著融合而成，和古代被称为豪牛夷、摩沙夷或者是墨歇满等部落都有渊源的关系。这支古老的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除了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他们在诗文、绘画、雕塑和乐舞都是名扬古今中外。而在纳西人的观念里，黑白两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看见纳西男子身上穿的就是一身的黑衣黑裤，黑色是纳西族服饰中起源最早、应用最广泛的色彩，这和他们的精神信仰以及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里的纳西男子通常都会头戴毡帽或者是缠包头，有别于纳西男子服饰受汉族的影响，纳西女子的服装依然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纳西妇女上身一般穿着前短后长的宽大布衣，外加坎肩，并在腰间系上百褶围裙。他们的背上披一块七星和日月图案的羊毛披肩，披肩的两条白色的背带在胸前交叉，这是纳西族服饰最有特色之处，被称为披星戴月。纳西民族文化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的东巴文化。东巴的意思是智者或者是大师，指的就是东巴教的祭司，他们也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古老的东巴文化已经有超过千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文、东巴绘画、音乐、舞蹈、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等。这当中又属东巴文字最有历史价值了。纳西语称东巴文为斯鸠鲁鸠，直接翻译的话是木迹、石迹的意思，也就是说留在木头和石头上的印记。此话也意味着见木画木、见石画石。老师，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纳西族懂得怎么写这个东巴字吗？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字呀，虽然是我们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但是这个文字主要是用于这个记录我们东巴教的一些故事、经文，一些时候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当地的老百姓认识这个字的人不是很多。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政府也好，我们这里那个东巴圣地也好，对这个文化也特别的重视了。那老师来为我们展示一下了，就要写几个字好不好？写几个东巴字，因为一般上东巴字都是有这个绘画为主。对，我写出来以后呢，先不告诉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先猜一下，能不能够猜能出来？这一幅作品的话就完成了。那您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中文的话，这个明显是马啦。对，这个有一点像金银珠宝。对，是吗？珠宝？这个就是一串佛珠。这个，兔子的耳朵有点像啊，但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水桶提的。这个呢，提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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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这样我应该猜到了。马到功成。对，然后呢，你马到成功参出来了，怎么念呢？我们纳西语的读音是乌楚特梅阿。乌楚特梅阿。对。
产生于公元七世纪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仅存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的标志，是文化传承、发展、繁荣的重要节体。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者是传承的工作上，都需要做好语言文字的工作，为深厚的文化流传提供有力的源泉。老师，我们是大老远从这个马来西亚哈吉隆坡的这个八度空间的电视台过来的，可以帮我们写这个八度空间这个字的你们的东巴文字吗？可以的。这个就是八度空间了。对，这个就是八度空间的意思。然后呢，连起来，你念起来的时候呢，八度空间这样念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就是根据它的那个读音来写的。明白了。乐巴舞呢是纳西族呢一般上的在一些大庆典小庆典，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一定会跳的其中一种舞蹈。而这个舞蹈呢非常的独特，除了他们会唱他们的传统歌曲之外呢，当中的这个舞蹈的舞姿啊都是呢模仿了一些这个大自然界里边的这个动物。那主要呢就是呢要反映出纳西族呢和这个大自然界的这个相处非常的融洽。你可以看到吗，其实当中的舞姿呢包含了有老鹰啦，有猴子啦，还有一些他们在农家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动作的。你可以看到吗，其实当中的舞姿呢包含了有老鹰啦，有猴子啦，还有一些他们在农家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动作的。纳西族素以能歌善舞闻名，舞蹈对这个族群来说不仅是生活日常，也是精神文化的一种反应。我们在纳西舞蹈的动作当中仿佛看见了那个远古时代里，当人们还不善言辞的时候，用舞步以及动作来表达情绪，以舞蹈来祭祀神灵。他们的舞步有着浓厚的原始气息，反映出纳西族历史上以鸟兽为灵的原始生活，也体现了纳西族崇尚万物有灵的精神层面。除了舞蹈之外呢，纳西族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习俗，那就是呢当一户人家有人去世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纳西族啊都会到去这个人家的家中，然后呢就会唱这些歌。而这个歌呢有点不一样，就是唱出的这个歌曲呢是当下呢有关的这个心情的，有关的歌词呢也是可以随意的变换的，对不对？而有关的这个歌曲呢它的舞蹈方式也有一点不一样。那么现在呢我们立刻表演给大家看一看，来，让我们开始哈，来，一二三，嘿，
在古书里就是这么记载的：男女皆披羊皮，俗号饮酒歌舞，男女动数百，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纳西族的舞蹈在丽江一带独树一帜，成为了纳西族一张漂亮生动的世界名片。现在呢，我站在的这个地点呢，那就是整个古镇的中心点，那名字也叫做四方街。为什么会叫四方街呢？那古人呢，就有句话说，八面来风，四方来客的。在这个四个角落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呢，有不同的进口的出口。意思就是说呢，全部的人来到了这个古镇当中，就可以穿梭不同的小巷，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抵达这个中心点。然后这个中心点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马帮他们把全部的货物呢来到这里，然后进行买卖的。然后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呢，有许多人摆摊等等不同的东西在这里进行交易。四方街坐落在丽江古城市中心，据说是根据明代墓室土司庵旗印玺形状而建，至今还是保留明清建筑特色。这里是一个小广场，建造时以中心为最高点，这里的街巷四通八达，幽深的街巷让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到闹市中心。这里曾经商贾云集，是茶马古道最重要的枢纽站。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起源于唐宋时期，由于西藏高原地带的饮食非常高热量，但是又缺乏蔬菜，因此需要茶叶来消解过多的脂肪。相对的，内地的民间意识和军队征战需要大量的骡马，而藏区则提供了生产马匹的条件，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以马帮为主，这些商队带着各自原产地的商品在山区来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了今天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可以和丝绸之路相媲美的中国古代商业路网，位于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区以及青藏高原之间，是内地汉族地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为中国西南地区呢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以及交流的纽带。纳西人是非常的聪明的，那么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那就是看你旁边的这个水道，如果顺水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在进城，那如果你要出城外的话，你就要依照这逆水的方向走了，你说是不是很聪明呢？四方街以其独特的街景闻名遐迩，源自中河的流水自古以来每天都流过这座古镇，这里的水道经过精密的设计，从原始的中河以人工开出西河以及东河，再生出无数的小渠围绕着整个古镇，流水随着瓦形的坡度流过整座城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看到的这个呢，可能就像一个水池，但是它并不是，它的名字叫做三眼井。那么什么叫三眼井呢？那么其实呢，纳西族呢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然后呢，他们非常敬畏大自然，非常尊敬这些大自然里边的每一样的事物，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就把城外的水呢引进城内，然后好好的使用。三眼井是一种独特的用水方式，人们利用地下喷涌出来的泉水源，依照地势高差修建成三级水潭。
第一潭为泉水的源头，水质新鲜洁净，为饮用之水。水从第一潭溢出后流入第二潭，作为洗菜、洗刷、炊具之用，而流到了第三潭，则为漂洗衣物专用。最后，水从第三潭排入排水沟中，就这样三潭相连，各司其职，展现了古人治水的智慧。束河古镇是个四季都适合旅游的地方，春暖花开，夏有凉风，秋高气爽，冬有阳光。这里的美食丰富，既有少数民族的特色小吃，也有汉族的家常便饭。腊排骨火锅是纳西人在宴请贵宾时才会用上的菜肴，浓郁的汤汁，味道醇厚。蜂窝玉米主角是鸡蛋以及玉米，加上面粉以及生粉搓揉成面浆，一点一点倒入六成热的热油中，炸成蜂窝状。包浆豆腐是云南的特色小菜，因为在咬开豆腐后会流出白花花的浆液，因此而得其名。茉莉花和鸡蛋是个意想不到的组合，茉莉花的香气沁入鸡蛋，芳香四溢，滑嫩可口，堪称绝味。简单的油炸雪山小鱼，小鱼在玉龙雪山的清泉水下生长，让访客仿佛也尝到了来自雪山的味道。纳西族是一个擅长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民族，如纳西的烹饪技巧既是汉族人也是藏族人，也保留了中华巨大的特点。然而在饮食文化习惯当中呢，纳西族却保留了许多自己族人的风俗，就连喝酒或者是喝茶都有自己的歌曲。纳西族呢，这个酿酒的方法呢，其实和其他少数民族呢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一般上他们采用的就是一些粮食大麦，对，还有一些玉米，对，对吗？然后爷爷来告诉我们，你选的这个大麦，这些都是比较，特级等级的是吧？对，这是特别好，这个是稻麦酒，是大白酒含大量很高，它酿起来的酒是存放到树木才得几十年、几百年都不会变质。纳西土酿酒历史悠久，主要以大麦酿制。先将大麦以清泉水浸泡24个小时之后，再捞起装入大簸箕内，以室温30度将大麦晾干，之后便将大麦收入大土缸内。一般上我们都要给这大麦发酵嘛，所以酒起很重要，是不是？来给我们看一看这个酒起是什么？都是中草药配制的祖传的秘方。中草药配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秘方了，对不对？喝多了不会上头，一样到脑袋都会感觉越喝越年轻的。喝多了呢，其实不会伤害身体的，越喝呢就会喝，越喝会越年轻。酒药是酿酒时所需要的酵母，纳西人自制特制酒药，在酿酒时和大麦一起装入坛子内密封起来，泡上3-4天之后，在开封时注入适量的清泉水，用一只空心的吸足管，在取水酒时用嘴一扎，使足管充满酒后就会自然流出来，这样的取酒方式称之为纳酒。古代的纳西先民因为以游牧生活为主，自古就很喜爱饮酒，不管大小节日、婚丧嫁娶，都会畅饮自酿的酒品，即使是日常的饮食，经常有酒类下饭。
崇尚万物有灵的纳西民族对待一切生命都带着尊重以及敬意，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良善以及热情，也看见了纳西民族将传统活用在当今的日常生活。我想这些热情淳朴的纳西人将继续承载着纳西先民的生活智慧，让这些精神文化像古城的流水那样源源不绝地流传下去。